冬天到了，小王子在客厅睡觉，特别喜欢睡我们盖的毛毯上，而且占地面积特别大，睡得也不安稳。于是我决定给他再买一个毛绒的狗窝。小丸子看起来好像特别喜欢这个狗窝，立马坐上去玩起了玩具。买狗窝时还送了一个毛绒玩具，玩的那叫一个不亦乐乎。他好像特别喜欢这种可以叫的然后毛茸茸的东西。给你买的最大号的，我总感觉你以后会长成一个大狗。吃东西也喜欢在上面吃。小丸子，借你的窝暖暖脚。你这什么眼神啊？人家养狗子冬天不都是为了暖脚的吗？哼。尝试一下，如果将它的窝完全霸占的话。兔兔兔兔兔，真棒。喏，这个不能吃，不能吃，这个不能吃，不能吃。感觉小丸子的脸有点变长了，是怎么回事啊？看一下给他买的新衣服。小丸子，你狂犬已经打完了，周末带你出去玩好不好？周末先去洗个澡，然后出去玩，也是时候带你去认识一下其他的狗狗啦。然后楼下还有上次你看到的猫咪，还记得吗？